谢谢主席。主席，请一下潘主委。来，我们潘主委。两位好，主委好。主委，今天修订的法律案哈，哦，还不少哈，哦。嗯。那我大概先，可能很多委员也谈过哈，就是国民年金法55条哈，哦。国民年金法是卫福部。哦。我们是市长，哦，林市长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林市长。哎，怎么搞的？市长不对耶。卫福部全部退改哦。已经休息10分钟按铃了，为什么都还没有回座？那个市长。市长在哪里？来，那个委员要问那个国民年金。那个还没有回座的各位列席人员，请赶快请他们列席哦。委员好。好，就是相关55条哈，哦。是。现在的规定是请求权的专属嘛哈，哦。是。好，哦，那我们现在大概，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哈，哦。是。都是觉得给付跟享有应该要有个专属。好，哦，那本席对这个修法方向是非常的认同。是。和这个。我是怕日后不知道会不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专户会不会变成避债的天堂？我这样子问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了解。好，哦，因为就是说他假如说每一个月3500嘛，哈，哦，好，哦，确实是数目不大。可是其实有很多基层的债务纠纷，其实也都很小。报员，因为专户的意义可能就是我们专攻国民年金入账，我知道，不做其他用。我知道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可能会变成所有的支出都从其他。那因为这边是有保障的嘛，哈，哦。我只是点出这个问题，倒不是反对修法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其实服务处也接受过几次这样子的服务案件，就是连国民年金专户的钱都被扣住了，哦，这个确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，而且从国民年金保障国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。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修，好，哦，那我只是也同时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，好，哦，给主管机关来做参考。谢谢委员的提示。好，哦，就我因为我在想这个条文从行政到立法，可能大家的想法大概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市长，你们是赞同这样子的修的吗？是，哦，对，因为不这样子修，对请领国民年金的最基层的人来讲，确实是保障非常的不足。好，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大概我就点出这个我觉得可能发生的问题，那你们回去就修法过了，就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啊，或者是说日后发生了要怎么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潘主委。潘主委，今天的修法草案哈，哦，嗯，很多委员的版本，大概都针对未依法提缴旧制的劳动退休准备金的部分，50条的部分，好，哦，对不对？那有主张禁奢，有主张限制出境，有主张提高罚款。你们全部都反对吗？还是提高罚款？不是，我跟委员报告，就是说，他相对的，他可能有一些就是，到底程度的问题啦。因为有些缴一点点钱，有些欠缴一点钱很多。对。那当然，对于那些不屑的雇主，必须要去做一些规范，这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做的。那所以包含像我们在修法的考量里面，在劳基法里面，就希望说把那个罚款啊，或甚至于，比如说刚才委员提到说，像这个叫禁奢，这些都是可以来考虑怎么样做法的问题。对，我只是要点出啊，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很大，所以委员才会对，没有错，提出那么多的问题哈。是，那你们的想法是怎样？我跟委员报告，其实在旧制退休金的部分，我觉得在制度面上面去做
一些调整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包含我们现在劳基法里面的第28条跟在第56条，我们现在正在提出修正案，在最后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实行中，所以这里面其实说包含比如说在56条修正劳基法里面，能够把如果那个雇主在后面一年可以达成退休要件的员工，他的退休金要必须我们要求要足额提拨，那个部分怎么确定未来一年的人数，因为都可以算得出来，因为他那个员工，只要他的年限，对，他的年资到了，然后他的那个该有的那个薪水怎么算都可以算得出来，这都可以算的，可以吗？可以算得出来的，可以啊，对对，都可以算。哦，因为我有看到你有准备要这样子，所以有一些问题，像那个才是比较最重要的，因为从前端就要开始做，那后端是发生问题之后才处罚，那就是后面的。我就也觉得这个可行，是。可是人数确实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那都可以掌握。那他有没有提拨你们的稽核？这就是我们有问题吗？技术上我想请处长说明一下吧。跟委员报告一下，其实这个劳工退休准备金这就职这个部分呢，事业单位都要成立劳工退休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，他有工会或劳工的代表在里面，所以这个人数上是不是有符合或退休要件？一定，我们在法里面会要提。公司也都有吗？都有，都一定要成立。可是，对，可是那表示这个单位是效能不彰的啊。是。假如效能彰，我们不用讨论那么多修法啊。对，所以问题就是说，在这个部分，我们法令上可能修法就是强制他一定要提这个劳工退休监督委员会，去确认说他下一年度到底是不是应该提这么多的钱啊？这个劳工会去监督的。实际上没有问题吗？不，应该会有问题。因为现在就有的。就有的机关了嘛，你刚才讲的对，就是监督委员会现在就有了，就表示说对，当然因为现在的制度是做得不好嘛，才会这么问题。因为现在法制面缺乏给这个退休金监督委员会一些权责嘛，哈、哦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在行政主管机关方面还可以在第二层次的去监督他，说有没有按照这个方式去处理，因为行政机关要去处罚嘛。啊，要去监督，对对，因为我大概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说大董长基哈、哦，听说是提拨的退休准备金哈、哦，好、哦、差他必须要付的，那是不够的，大概不止不够啦，是其实很多的企业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提拨退休金，哦，所以因为退休金算是劳工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，所以要修法的话，还是要。从草案开始就要想的广一点，没有错，然后执行的时候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要一并讨论，这样子的修法才会有效果。是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主席，好，谢谢我们杨燕。